姚文智民调掉车尾，网友藏头诗要他守诺退出政坛。台北市长选举最新民调出炉，民进党参选人姚文智又掉车尾，看好度只有 8.8%， 支持度更只有 5.4%。 姚文智阵营回应，目前民调看看就好，阿扁一开始选总统看好度也只有 7%。 就八月底才开始开登记啦，所以我们觉得对我们延期选战没正式开始啦，所以我们就是认为说，就是民调本身其实具有很多不确定性，那不到最后一刻就是都还说不准。民进党也对姚文智很有信心，认为民调低估他的爆发力。不过网友不这么看，还做藏头诗酸他输定了。政治中心台北报道。